女人带的还是跟着男人带的，组的那两个。我最开始我在房间里面嘛，我在房间里面，然后他把那个男的送了出来。就是他把那个女的杀了之后，我们是。你好，你进攻呀。好，你们进攻。要不，呀，先不要吧。他进房间之后，他出来，他又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他就威胁我们，他说我们是不是想死，还不去把血擦干净？是过了很长，过了一段时间的。不要太用力了，啊，我们在不动手，我们在不动手呢。ตอนที่ผู้หญิงตายแล้วเนี่ยเอาใส่กระเป๋ายังไงน่าเตี้ย你说你们没有问那个那个女的死好死之后那那个那个那个这个死是谁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你这样子有东哪一种人那个现在在哪里呢嗯在哪里